其实人在死亡以后呢，这个就是身体还有暖时嘛，就是身体不是说这个细胞就还暖暖的，7、8个小时以内身体还有暖相，在暖相未离开以前，一般7、8个小时，就是你摸他的身上还是热的。这个呢，他其实脑已经死亡了，就是听不见这个世界人说话啊，起心动念他也没有了，医学上就说他死了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他正在做梦。那你在梦境里，这个肉体对你有没有影响？这个也不，但是呢，那还不是做梦，就是说你在梦境里，假如我割你身体啊，肢解你身体，你会醒来的，但那个意识层面跟身体还是脱离了的，他还是醒不来。但是呢，他是影响他的是那个气，就是因为他是个风大，就是我们中阴境界，中阴有个神识啊，就像你梦里边也有个你在梦里边是吧？你梦里边你也在，比如梦里边现在你梦到去北京了，你人在珠海嘛，是吧？但是你梦里边也会觉得自己很真实在北京，是吧？也有一个你在北京。但是如果我去北京跟你说，你现在在做梦的时候，你说不会，我现在你看在旅游故宫呢，然后这么真实，我怎么在做梦？我说，你看你床上那个肉体在床上睡觉呢。如果我有神父给你的，就像佛了一束光照过来，然后你通过那佛的这个佛力加持看到你的肉体，你肯定不认，你肯定说那是我化身。你肯定说那是我的化身啊，身外身啊，可能是一个投影啊，画像啊，你肯定会这样说的。哎，你在梦境里边，因为一直梦境为真实的人，他不会承认外边那个东西的。现在我们一直这个世界为真实，就不会承认梦境，知道吧？中医是一样的，中医也有一个神识，也有一个你在那儿做梦。这个梦呢，它有些规律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它这个身体的气脉就是。生死之流相交，他已经这个肉体其实他没有知觉了嘛，肉体就身体的气已经出去了，就形成一个风大，风大这个肉体，但是呢，这个生流跟死流，因为我们一直有个惯性在往下活，一直容易爱惜生命，一直生命是生的往在扩张，现在你要死嘛，就是这个肉体要逐渐离开这个身体，就死亡来了，生死之流相交，就像那。海水潮水的生死之流就相激的时候，就是人就会倒带，就是你这一辈子发生的事就开始颤了，就倒带。这不是我们同事经常会说，我们死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照妖镜把我们这一辈子的事情都照出来，不是，是我们自己在空性里倒带。倒带的时候，你的眼前就像有一面镜子，不断的就把你这一世做的好事坏事刻骨铭心的事全部过一遍，它特别快倒带，但不一定倒完就是哗哗哗就倒过来，这个时候就是在8个小时以内发生的事。但是这个时候肢解身体呢也不痛，就是你看那种，看那个就是西藏那种，不是把那个尸体扔在天葬台上拿斧子劈啊什么，有的人还解脱挺解脱的，就是有的灵魂会觉得，哎呀劈开我挺舒服的，哎呀我控住了，控在这个肉体里了。他觉得这个肉体已经不是他的身体了，就像一个木箱子或者是一个。东西反正控他的一个山或者是一个东西，因为这个肉体他已经不认为是一个他的东西，因为他认为那是他。比如梦里边，你认为你就不认为床上那个肉体是你吗？中医境界也不认为死那个死人是他，就算是他已经他没死，他暖心还没走，他也不认为了，他不太认为那个死人是他，他认为那个中医境界那个自己是他，因为倒带嘛。梦见他以前10年前、20年前的跟一个人打交道，他就忙着又跟那个人打交道去。他又忙着重新那就是去弄那件事情了，去解决那件事了，他不认为床上那个东西是他的身体，你把他剁了他也不认为的，他认为他不理他的，就是你意识层面，所以这个东西很坏的，很虚妄的。佛说当我们证得就是这是个坚固妄想，你认为这个肉体呀、啊、我们不是移植器官，其实这是个坚固妄想，修正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证得的，就是六根在解脱的时候，你头脑中里边有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些妄想，比如说开始停下来的时候，就停下来的时候，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肌肉跟骨头在消失，那它那种消失并不是说可能转化成空明啊，你会感觉到你在定静里会转化成空明，但是呢你会清楚的看着肌肉突然就没有了，而且留下骨骼也突然就父精母血在转化嘛，真的是个妄想，你头脑就妄想一停下来，这个肉体真的不是障碍，真的佛在楞严经里边比喻说是如汤热汤消冰，就是说像热汤倒在了那个冰块上，冰块瞬间化了为虚有，
就是那个重量到达的时候，你的肉体跟骨头啊，刹那消失了。这个是可以，但这个境界呢，是你气脉转化，因为它分消肉体消失分几种，一种是你出神以后，出神啊，或者是出神的，然后肉体你跟你没关系了，这个就像中阴境界，但是它是出神，那是一神神跟正量。还有一种是，你坐在坐垫上，你观想、观修、观修成功，你光化就觉得自己是光芒啊、空明啊，消失了。还有一种最好的正量境界是你的头部的妄想全停了。你观修还有妄想，你是通过你的观想力达成的。这个回到红尘不行的。比如说观想，他观能观想自己化成光，他在坐垫上突然就消失，而且能看到坐垫上，能自己内观自己的脸到坐垫，或者是让自己变成光明。这个是观修力到达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的，但这个出来以后用不上，知道吗？回到红尘就用不上这个神通。但是如果你妄想停了，你里边你的妄想，比如能闻的所闻的净了，能见的所见的净了，空了，能嗅的所嗅的空，就是二元对立的根尘虚妄了，亡失了根尘，第一步根尘，你已经可以用神通了。你回到红尘，那个神通是可以存在的，它不就不是个境界了，就实实际际用在这个世界啊，那个就叫正量境界，嗯，但是那个你观修出来的，那可以化身一生生在其他维度用。在人道你好像不行，嗯，好像定境里边神通广大的，一出定啥也不是。